象，你在做什么啊？打水漂吗？嗯，呵呵，不，你看海滩上有很多海星呢，明天早上的太阳会把它们晒伤的，所以我把它们送回海里去。嘿，哦，可是这里有这么多，哎，你怎么可能救活所有的海星呢？嘿，虽然如此，但至少当我把手中的生命送回海里时，他们的命运就改变了。